种情况出现，我还在想，我说是那个什么两姊妹俩有一个帮帮忙的吗？先每个人都做一下自我介绍吧，好吧？大家好，我叫李双燕，今年27岁，来自树兰。我叫刘继平，今年26岁，来自吉林省榆树市。我相当的结实，那个挺有安全感。你说你相中这小伙的时候，他说了吗？也相中了吗？说了啊，咋？那你们俩咋知道？在台下知道的时候什么心情？我说了，我说就是你俩成的话，我一给你呼了黄他。觉得自己喜欢就应该争取一下。好，你现在什么感觉？那以前感觉自己挺磕的，这回感觉好像还行。不是你磕不磕碜、好不好看的问题，主要性格吧。我这性格跟很多人可能是不一样，我这一天除了干活就干活。5秒钟倒数计时，走到你喜欢的女孩对面，是不是？ 不用了。不用啥呀？不用5秒，直接去呗。你这我因为我毕竟家里还有个合作社，春天的时候得帮家里回家卖卖化肥、卖卖种子什么的。再说我俩比较合适，我家的女的我不想让她上地干活，不用干活。